这里是园林吧，74号快关快速道路的最底部，发现一家日月山景休闲农场，就直接进来吃午餐，算是不期而遇，不错，没败哦。哎，八你个已经八了，蛮不办了哈。这里有一个牛奶火锅，我们跟着招牌进来的，有个牛奶火锅，进来试试看。哇！在外口啊，是要坐哪底？你要吃火锅，你外面是不很热吗？那外面那里是不错啊。招有农场，所以那个鲜奶。做外面了、啊。